罚还是慢了一点。33分。当队长，王一涵上网比较快，他在往前抢的高点勾个队长。哇，这个球卢兰救得漂亮，但是王一涵速度也非常快，保持进攻，头顶杀对角，压在界内。王。运气球，头顶吊直线的准网。5-6。两个人在往前反手往前放对角线，都放得比较好。判断非常好。王一涵换到这边失误很多，这7-7平这几分里面，他失误送给对手得4-5分。不在界内，时间示意界内。